好，在新的现场插播给您，这个很不一样喽。国泰航空哦，在今天推出了全新的制服，包括全球13000多位的员工，通通呢都换上新衣服。我们立刻把现场交给记者简宛如，宛如。好的，主播各位观众，国泰航空在今天推出了全新的制服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空姐一字排开来展示他们的新制服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制服呢，还是沿用了国泰品牌一直以来的红色，来展现员工充满活力还有朝气的一面。而他们也特地在现场走秀，让提供媒体来拍照。而另外男生的制服方面呢，则是以大地色系为主，来展现沉稳的一面。而对首次穿上新制服呢，空姐们也说都非常的满意。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。质量上是比较薄、比较薄透，所以穿起来比较舒服一点。那比较符合那个身体的那个人体工学。好的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国泰航空新的制服呢，是比较强调这个腰身，因此可以展现空姐们姣好的身材。另外，国泰航空呢这次也首次加入了这个黑色披肩，来提供给这个贵宾室的员工来使用。而这次国泰航空推出这个全新的制服呢，包括全球13000名的第一线员工都会同时来换上，展现国泰航空新的气象。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，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